大哥最近刚灭了妖狐族，这新娘子嘛，就是狐族的女君，焦伟。我听说，大哥，那你可真是艳福匪浅呢。何止是艳福匪浅，据说那九尾狐妖堪称世间尤物，娇艳动人，艳绝人寰，那简直是销魂蚀骨啊！大哥，今日是你洞房花烛之夜，那弟兄们几个。 各以为你准备的这几名童男童女，大哥，你看看，为大哥滋补精元。好，没用的，这锁链被施了法术，是挣脱不开的。 不然怎么办？怎么能坐以待毙，眼看着姐姐被那臭猿猴给侮辱了吧？美人儿，你的夫君来了！臭猿猴，敢动我姐姐一根汗毛，我跟你拼了！住手！你要的我都给你。这就对了。 只要你顺从了我，我保证让你欲仙欲死，春宵一刻值千金呐！先解开他们。哦，你是想三个人一起吗？ 虽是美艳动人，他甚是狡猾，我要不一探究竟，我先进去了。那不行，不行！音乐怎么停了？别拉我，这进去！谁让你们停了？左边往左边窜，右边往右边窜！先动后看，先动人，先是我。哎，你是我来了！哎，是我先进去了。别把我给。 玷污本君，玷污，你就是个狐狸精，跟了我是你的福气。我情愿死，也不会嫁给你这等鼠去之辈。<笑>真的吗？怕什么？大哥，出事儿了！大哥，这人怎么都死了？啊，这事儿我知道，由我慢慢跟你讲。 这帮色批都想偷看你和少夫人洞房，尤其是这个老色批，蛇精不干，当时就把牛杀了；山羊一看牛死了，又把蛇精给杀了；狗精趁机把羊精给杒了，蜈蚣也不是好东西，他又把狗精给杀了。这猪精他又……哎呀，憋不下去了！那是老猪，你又是谁？哼，我是江哥。 哼！这！
弟，这语气有点粗啊。等会儿老子把你打得跟他一样粗。钉子了吧？走不回去了吧？没完了！哭就怕你装。姐姐，这链子法术失效了。快走。提壶手套，只要不行这样，今晚咱们二人喝点儿。不行，两杯出完不能走。哎呀，谢先师救命之恩，我们是附近村庄的良家女子。别逗我，一根小水尖，一条小水池，你是狐狸？挺稀有。走吧走吧，让你回家，饿是除不尽的，腰是捉不完的，这连知县都算不上，太耽误喝酒了吧？你不跟我撞。你有虫子吗？不懂事儿，你们也不懂事儿，跟他们拼了，和和气气的动什么手啊？你叹什么气？你还有不同意见呢？被毁，全族被杀，我们已经无处可去了。女娲娘娘，我狐族被灭，遭三界欺侮，能不能给我们一条生路？汝之心愿，吾已收到，拜见女娲娘娘。吾授你一段姻缘，你尽可辅佐良人，实现夙愿。冀州侯苏护有一女苏妲己，近日早逝，尚未安葬，如可速速前去。至于往后命数如何，则要看汝的造化。Thank you.
今天下动荡，诸侯纷争，商氏已显倾颓之下，为师欲择一得力弟子，于无代劳，封神下山，奉行天道，扶助明主。禀师尊，弟子申公豹愿意担此重任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禀师尊，弟子认为按照资历和辈分，应由大师兄姜子牙受此师命。那你们大师兄人呢？是啊，这么重要的时候他怎么不在呢？大师兄又迟到了。是喝酒去了还是钓鱼去了？都不是。你误会我了，我就是我浮神流了。大师兄，你连师尊亲赐的法器都能弄丢，真不一般啊。师尊，弟子在昆仑山修行300余年，兢兢业业，勤勤恳恳，愿为师尊效犬马之劳。为师意向已决，就由你去吧。大弟子姜子牙听命。为师命你速速下山，赴朝歌则明主行天道，事成之后定成正果。师尊，你应该找这种稳重的，像申师弟这种才能接种大活啊，对不对？是吧？师尊，此事已定，勿需多言，你们各自下去修行吧。谨遵师命。哎，老头，站住！你给我点明确的指示。这样，为师赐你3个葫芦，必要之时依次打开葫芦，定为你指引解惑。你给我3个葫芦有什么用啊？关键时候能保平安身吗？此乃杏黄旗，可呼风唤雨，威力嘛，取决于你个人的修为。此乃打神鞭，打神打鬼不打仙，打妖打魔不打人。好，你给我的3样东西我收走了。为师再赐你一坐骑。哎呦，师傅今天真是一句弟子，谢谢。这不就你那兽首四不像？还随你一道下山，时时汇报行动进度，关键还可以相互有个照应，不是？我不是不想收他啊，是这样，我对牲畜的皮毛过敏，行不行？不是，你说谁？你说谁是畜生呢？牲畜。你的意思我懂，我下山你不放心，你给我找个监工，对吧？行，我认了。走，去吧。师尊，那徒儿就下山了。徒儿不在，您自己多注意身体啊。姐姐，你看呀，红莲她这给我画的什么呀？怎么跟你一点都不一样？你懂什么呀，男人啊最喜欢这种仙女装了。你一颗蛋蒜能给你画成这样，不错了。人家明明是水仙，不像你啊，就是一条小蚯蚓。你见过蚯蚓有这么美丽的性子吗？收了，你们进苏府已经5年了，一点人样都没有，得意忘形。大师姐姐你呀，越来越像女人了。就是啊，姐姐，但是那女娲娘娘说的什么你的姻缘，怎么一点也没瞧见呢？我们能修得人身，在苏府安身立命，已深得娘娘的眷顾。姻缘什么的，要来就会来。
红莲，备军甲。是。这什么意思？你是谁？报什么名来？我乃冀州侯苏护之女，苏妲己。你又是谁？你想怎样？你可以叫我大胡子。你带我来这做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有个传说，说战死沙场之人，只要将他身上染血的沙投入流水之中，方能冲淡他的沙枭之气，让灵魂重归故里。你在乎他们的灵魂，又何必杀他们？疆场相争，非死即生，没有这等觉悟，上什么战场？脸脏了。你这个大胡子，倒比你的主子更有见识啊。主子？山王帝辛，自从他继位之后，连年征伐，战乱不止，到头来更加羸弱。如今天下大乱，诸侯纷争，王朝虽在，却无其实。若不以战止乱，稳固王权，如何能安朝野，平诸侯？以现在的战法，只会越战越乱。女流之辈，懂什么战法？帝辛继位，先伐鬼方，再战东夷。近年又同九苗诸部交战，精锐兵力分散四方，给了800诸侯可乘之机，叛乱迭起，如此下去再打10年，也止不住战乱，终将是一盘死局。你有解法？有。平息战乱，一年则已。好，那你说来听听。征战之道是何处学来的？我认识一个朋友，他曾是一方之君，最终惨遭灭族之痛，他人生在世，悲喜皆如云烟，唯悔恨无从消解。算了，跟你多说无益。大胡子，你到底叫什么？孤，名帝辛。你我还会再见面的。帝辛，你
只身前来，有何用意？仅有一事。说。提亲。哼！你攻我城池，杀我将领，有何颜面向我提亲？今日，要么你取孤的人头，要么孤娶你的女儿。大胡子，你凭什么？奉大王旨意，各霸兵戎，以止烽烟，与冀州修百年之好。归朝后，为苏妲己建摘星楼，行大婚典仪，筵宴八方，大赦天下。苏侯，孤有心抚平四海，一统天下，但需令女苏妲己的辅佐，望苏侯成全。苏妲己，你做孤的妻子，孤给你天下，这样可以吗？知道什么才是妖孽？咱们进宫前可跟姐姐约法三章过，不可吸人精元，漏了妖气啊！你怕什么？又不是第一次了。再说了，自从那人给了鼻气珠，妖气是散不出去的。不是我说，咱兄弟俩在这儿无所事事个把个月了，是不是也该行动了？你说那不对啊！第一，什么叫兄弟？过事儿、过财、过命，那才叫兄弟。第二，那老头临走的时候给咱的第一个葫芦里明确的指示过了：林泽立身密远，林泽在水边，立身别动，密远等着。不对吧？我怎么觉得？别废话，给我打酒来。你想消极怠工？我哪儿消极了？我这不要酒呢吗？但是大师兄，我还指望靠这次任务封神成圣呢。那你就好好听话，我保你肉身成圣。哎，嗯，朱卫青最贵的虚满。得嘞，你走。又什么事儿啊？先是啊，鱼上钩了。嗯，鱼钩是直的，且未入水中，如何钓得到鱼呢？这叫愿者上钩。你们是谁呀？这位是父王西伯侯姬昌。西伯侯啊，您怎么找我这儿来了？父王夜观天象，得知有位贤士垂钓于渭水之畔，特来相寻。我是贤士，找我何事啊？老夫有一事想请贤士来赐教啊。赐？有一清池，池中有鱼啊，因风云突变，清池便沼泽，鱼陷泥沼，苦不堪言呐！若欲救池鱼，该如何是好啊？池鱼啊！你给换我池子不就完了吗？怎么样？这俩人谁呀？谁跟你有啥关系？别人看不见你。
酒呢？竹叶青。贤士爱酒，最爱竹叶青，早已备好。清香呢？一批伯侯，我从今儿开始就是你的人了。哎呀，姬昌在此，谢过贤士啊。哎，不不，姬昌不是那个被商王扣押的罪臣吗？罪臣？你是罪臣？老夫确实是帐口于朝歌呀。还望有一日同贤士共议天下大事，共商天下良策呀。没那么一日，我是行天道的，不与罪犯为伍。贤士，天道不可违呀，老夫告辞。带我们到这没人的地方有事儿啊？妾身肚子饿了。本官肚子也饿了。人家想念，我也想念。吃了你们！人都走了，还想啥呢？我在想，那是不是妖气啊？朝歌的方向。这里没妖气啊，后边转转去。走。我的天哪，我就太不容易了。咱俩是来找妖气的，你怎么喝上酒了？我喝酒啊，在湖里看不出少来。你干啥呢？我尝尝。在这里边找妖气啊？啊，这都看出来了，行了。哎呦，来人了！你现在是不是透明啊？透明啊！来来来，倒一下。以整日祭告天地，临轩纳财，累了吧？跟你在一起不累。这新娘子眼熟啊，你看这漂亮姑娘都觉得眼熟。闭嘴。怎么赖费？没什么，错觉吧。大王稍后宴请群侯，莫要忘记宣告新政，将兵权收归中央，尽早平定战事，愿天下早日太平。姑心中有数。啥情况？我还四处寻找明珠，除了他还能有谁是明珠啊？新娘是明珠？你有病啊！我说纣王。走走走走走走走了。臣等拜见大王，恭贺大王与贵妃娘娘大婚。众卿平身，忽有一事欲与众爱卿商讨。孤欲将驻守于四方的精锐兵力班师回朝，统一调配。臣以为万万不可，如今四海初定，此时撤军无异于舍我大商江山。臣亦以为
此时调兵回国，舟车劳顿，无甚必要。望大王三思。这帮大臣的事，表面上说的头头是道，其实不就是不想自己吃亏吗？梅国叔，意下如何？回禀大王，调兵回国一事，非当务之急，日后权衡不迟。梅国叔言之有理，那就日后再议吧。不过，眼下有一事，务必请大王明察。何事？近日以来，宫中屡生怪事，不是宫女失踪，就是侍臣遇害。老臣夜观前相，见妖气笼罩深宫，实属不祥之兆。禀报大王，确如梅大人所言，就在今日，我国两位使臣便下落不明，生死未卜啊！果然有妖。梅国叔，你误会了，妾身时常与大王相伴，只是与大王商讨国事，望助大王一臂之力，并无魅惑大王之心。苏贵妃，你不过一个出入宫门的妃子，有何资格与大王商讨国事？你私自干涉政事，扰乱大王视听，该当何罪？江皇后，今日乃孤与苏贵妃大婚之日，勿要如此刁难。臣妾并非有意刁难苏贵妃，但是管理后宫乃是臣妾分内之事。罪臣之子伯邑考代表西岐进贡宝物十车，特为大王贺喜，望合大王和贵妃之心意。不错，伯邑考有心了。求大王仁慈，赐无父再生，得赦归国。你纳贡为父赎罪，亦为孝义。好，孤准你们二人归国。谢大王。这回他就不是囚犯了。孤听闻姬侯善于卜卦，临行前不如就为孤和苏贵妃卜算一卦。是。卦象如何？大王，此卦乃是大凶之兆啊。这可是我说的话。何解应真兆？此卦乃灾孽之源，轻则举国凋敝，重则国运倾颓呀。姬侯，既然是大凶，那你就不用回西岐了，留在朝歌辅佐一国，见证你说的国运。大王，此卦象大王也看到了，臣妾代表后宫奉劝大王，勿要册封此妖女为妃，免得中了她圈套。非苏妲己，竟在做朱清。你们不喝吗？这个皇后一张苦瓜脸上挂着杀气，还说别人是妖，贼狠毒贼，她一定是妖。走，今晚吃我。一国之王，却处处受他们制约，就连孤想迎娶一个心爱的妃子，
们指指点点。到饶姑的身边，能多些像你一样懂姑心思之人，早就天下太平了。这个妖孽，我让你原形毕露。原来他是妖。你身为皇后，不明事理，竟敢污蔑我姐姐。那你以为谁是妖？你不是说皇后？我说了吗？受死吧！我教妖孽还不解除原形。眼熟，姜子牙，怎么又是你？让开！黄雷黑，啥修为啊？这玩意儿怎么用？这就是你的水平？就这？呀！当时的情况很快啊，这蛇精就是大蛇精，它的尾巴就冲我卷过来了。我答应没有闪，不过不怕，以本仙的实力对付这种妖怪，那就是三下五除二的事。你又吹？我吹不吹跟你毛关系？我这胡说八道干嘛呢？哪儿凉哪儿待着，走。还在是吧？不走了。还在呀。啊？敢跑了？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。敢跑喽！言归正传，本仙此次下来，便是专程为了保护皇后娘娘。当然，如果。您能在大王面前为我美言几句，那也未尝不可。啊，臭道士，上次斩断我一条尾巴，这次又害死红莲，姐姐怎么办呀？别冲动，姐姐，就是他给了红莲一颗闭气珠。说可以遮挡妖气。你是谁？有何企图？我是谁不重要，但我知道你是谁。你是当年狐族的女君九尾。我还知道你全族被灭，内心悲愤，如今好歹做了人界的王妃，所爱之人又身陷朝野，郁郁不得志。我倒是有一两全之策。此画中视为露台，你命人将此台修于轩辕坟上，于十五月圆之夜行祭妖之术，便可引妖灵将士重振狐族。敢问你若有忠诚的旧部相助，还有谁
能违抗你和商王的意愿。为何要帮我？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我和你有一个共同的敌人。这是何处？回大王，此处名曰露台，可引仙人下凡，助大王大展宏图，江山永固。你又是何人？本仙江上，可助大王修建露台。你只需按我的吩咐，将姜子牙加入纣王的梦境中，届时他造露台是死，不造也是死。你小姐妹的仇便可报。皇后，昨夜袭击你的果真是妖怪。千真万确，多名侍卫也可作证。若非这位贤士出手相救，臣妾怕是早就被妖怪所害了。贤士如何称呼？本仙江上，奉玉虚宫元始天尊之命，下山助明主行天道。你就是江上？哼，大王看来是听说过本仙呢。好，江上除妖有功，官拜下大夫，特授司天剑指。谢大王。大王，这夏大夫是个什么官？具体做什么？命江上按照此图监造露台，完工之日加禄增官。这哪是露台啊，这分明是想要的祭坛呢。就你明白？别说。大王，术业有专攻，您还是另请高明吧。江上大胆！怎么呢？这是大王的旨意，你竟敢违抗，乃大不敬之罪。大王，按律应将此人革职收监，等候刑罚。江上斩妖有功，况且他的话也未必有错，还望大王三思。大王，老臣斗胆启奏，摘星楼刚刚竣工不久，不宜在大兴土木劳民伤财，况且这露台之行勾脚诡异，不似寻常，恐有不祥之意呀。老臣只怕这宫中仍有妖孽作祟，危害大王。梅果树，想当年你与孤共商国策，君臣一心，如今为何处处与孤作对？无需多言，孤心已决，就由你们二人建造露台。退朝。按照那个人的说法，将欲杀之人的毛发炼入此铜柱中，方可令其灰飞烟灭，即为炮烙。梅伯的头发已经取到了，可是江上的……这是姜子牙的法器，里面有他的一缕元神。您是想要孙子是吧？来，孙子，有嘞，来下一个。
啊，你入罪了，看你这一点问题都没有，升官先别想，保命要紧，走吧。哦，谢谢谢谢。哎，今天就到这儿，今天到这儿啊，大家散了吧，散了吧，没什么过不去的事儿啊，大家面相都很好，也可以，啊，这去吧去吧，哎，得看热闹，散吧散吧，散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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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到这儿了，别耽误喝酒。不是我说，你算的到底准不准？我现在是大王身边最宠的宠臣，他们找我算命根本在乎的不是准不准。帮我把钱收下。没事，你放心吧，钱在我这儿不重要。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在乎什么吗？哎呀，这就跟我过财了。嘿嘿嘿，行啊，离兄弟又进一步。来吧，数钱。哎，江大人。为老夫算上一卦如何呀？你不会算卦吗？请说吧，算什么？父王想与您互算运势。嗯，互算。互算。西伯侯，大难临头啊，我劝你想个办法把他弄出朝歌吧，不然。很好。命不久矣，会死，你还好。为天下万民而亡，岂非远胜于苟活呀？我看你就是真有病。老夫说的不是自己，而是江大人，你的运势。天命于西，天下易主。江大人，老夫皆有一事相求，待老夫归西之后，请相助周国，救天下百姓于水火。西伯侯啊，你可知，刚才讲的这番话就是典型的错误言论。我已经找到明主了。我没有必要再去重新创业吧？你放过我吧，不要拖我下水，好不好？你们请回吧。走吧。谢大王，情况如何？回大王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姑问的是露台修建的情况。啊，大王，所谓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，不过是表面之象，实则百姓疾苦，民不聊生，无力负担兴建露台之重负，故并未动工，还请大王体恤民情，收回旨意。梅国叔，你这是抗旨啊！老臣只有一颗赤胆忠心，天地可见，日月可昭。臣妾可见梅国叔的忠心是真是假。启禀大王，臣妾得此神器，可助大王鉴别忠奸。如何鉴别？大王可令梅国叔和江大人以身体裹拥同住，但凡是效忠大王者，则安然无恙；凡是心存祸胎者，轻则灼伤，重则致死。我先试。
大王。老臣效忠商氏50余载，殚精竭虑，披肝沥胆。大王，还看不到老臣的忠心吗？梅国叔，不妨一试。好，我试。近妖妃，远贤臣，成汤盛世，终于此招。江上，江爱卿留步。姑，得你一忠臣良将，实乃此生之幸，跑了免了。姑，与爱妃敬爱卿一杯。没事吧？我申公豹修行300年，兢兢业业，勤勤恳恳，凭什么让你这个孬种把功劳全都抢去？从今日起，世上再无江山。等一下，师弟，你到底懂不懂师尊的老人家当初为何不选你？为何？因为你是一个大笨。我去，到城门了。我你是出城门，你冲到城门外。我也想啊，一天只能用2次，再用就过命了。那这不尴尬了吗？众人听令，传大王口谕，放此人出城。怎么，你们想抗旨不成？走吧，走吧。先师，不要忘了老夫和你说过的话呀。走吧，我去，上去吧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停住。父王，放他们走吧，我们怎么办？真的是命数啊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你醒醒啊！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只要你醒了，我再也不向师尊打报告了。我天天给你打酒喝，竹叶青，竹叶青最贵的，我天天给你打满。打多少？打，打打打打打，打多少条都行。姬侯，你伪造金牌，假传姑的口谕，这是死罪。昏君，我启程，死不足惜，但你迷离妖女，滥杀忠良，
大商王朝终于。来人，把姬昌推出去问斩。求代王开恩，我已考愿代替父王以死赎罪。回口，糊涂。好，孤成全，父子二人一同问斩。代王，不如暂留他们父子性命，押入天牢，留作后母。至此，所谓何事？你到底是何人？臣妾苏妲己。一派胡言！我派人调查，苏护之女于五年前因病过世，根本就不是长你这个样子。我请得道之人鉴定过，你怂恿大王修建的露台，实则是一个妖族的祭台，用来附和妖灵的。你就想说这些？来人，杀了这个妖女。你我同是一夫，我本不想与你为敌，但你偏自寻死路。九尾听命，当年吾给你一条生路，你却误入歧途，吾令你即刻收手，勿要再逆天而为。妲己所为，皆是为辅佐夫君，九死无悔。伤势当亡，此乃天命。你执迷不悟，必遭天谴。天命！我的命，我自己做主。明日即将完工了，姐姐，我们妖族的复兴大业就要成功了。完成复活狐族的祭祀，就差最后一个祭品了，纸杯之人的鲜血。我早就物色合适的人选了。吃吧，这是代王赐你的。原来老夫的大限之日到了。姬侯，你可知道饼中是什么肉吗？围口。
露台建成，孤于爱妃将迎请众仙将士，祝吾商朝永兴，盛世重现。仪式起。停停停！疼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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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呀，死了死了死了！你是谁？姬昌呢？他早已离开赵哥了。江少不会有危险吧？姜子牙，你处处坏我好事。降魔未到，乃吾辈职责。妖狐受诛。我想告诉你，自从红莲死后，我也已是至悲之人，你一定要幸福。可知师尊为什么将重任托付于我？这是师尊最大的错误，他把主州伐纣的封神大业交给了你这个废人。明明我才是师尊的得意门生，我兢兢业业练功300年为师尊出生入死，凭什么让战果落在你的头上？凭什么？当初我也不，我长得不如你帅，身材不如你好，
资质不如你高，能力不如你强。我没有你的努力，没有你的才华，没有你的工于心计，没有你的八面玲珑。我最没有的是你对功利的执念。少废话！天下之事的女子，如果我只是一个民女，你只是一个凡夫，也许我们就能男可女知，相守一生。苏妲己，你做姑的妻子，姑给你天下，这样可以吗？累了吧？跟你在一起不累。请把我伸向染血的沙，来到我们相遇的河边，再说了，救我们！保证你死。大姐，大姐，大姐，我不准你死！大姐，大姐，我不准你死！我不准你死！
终有一日，我要打回昭歌，推翻暴杀。先生，大王，我有一法可救孙贵妃。